记得餐厅呢，直接进来左转啊，这个是跟餐厅包了一个包厢啊。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，就是每一个会员在这边报到的一个状况。所以在这报道的时刻呢，每一个成员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互相换个名片认识。那紧接着在餐会当中还有一个专题。